點解中意唱歌，但係又即係繼續做廚師，而唔去做歌星或者歌手，唔諗條路去行咧？我真係冇樣啊嘛，大佬，冇樣得嚟又唔係真係好好聽。即係 Eason， 你話佢有冇樣啦？但係佢真係好唱得啊嘛。我又唔係好唱得，又冇樣，又冇身材，咁唔會發呢啲夢啊。要發呢啲夢都你都要有條件先得噶，我冇嘅，所以冇諗過，完全係冇諗過入呢一行。參加呢個比賽之後，我好似慢慢好似半個藝人咁樣啦，即係對我心態上有冇唔同咧？半個藝人喎，啊 ，suppose 應該沾沾自喜噶嘛，條街人認得我噶嘛，冇嘅喎，即係可能我個啲頭髮太 signature 啦，即係灰色啊，我個瘦嘅面容可能比較易認啲嘅，咁但係疫情啦，同埋翻工我一定係戴帽嘅，因為費事搞嘛個頭，跟住我又戴口罩啦。真係冇人認得我㗎，完全。其實我好想好似阿吉吉咁樣噶，行鴨寮街嘛，係嘛？喂，都起埋，哎，吉吉，哦 ，hi， 咁型啦，係咪先呢件事？我冇嘅喎，解除口罩令之後咧，之後我會特登落街去超級市場買下嘢都好啊。跟住我老婆又炸型，戴翻口罩啦你。佢其實好嘢翻好意嘅，佢唔想我病，因為其實流感仲勁過 covid 啊嘛。佢想我用最好嘅狀態比賽，佢逼我去戴翻口罩。我不想的，我想看看自己有沒有人認得嘛，但是啊，試過一次搭地鐵，廚師是 Hello 加油啊，努力啊，嗯，其實我已經很開心的了，雖然他不記得我的名字，他不記得我叫志恆或者 Benson， 他不記得啊，有次在公司附近行街，一首歌個故事那個是吧，是啊，我叫顏志恆啊， Hello Thank you， 有沒有看啊，多謝啊，多謝多謝，即咁樣咯，係兩次呢啲經驗咯，冇乜話有啲咩好似半個 artist 嗰啲優越感喺度，暫時仲未感受到。喺 canteen 喺 TVB canteen 係咪真係見到好多明星咧？其實冇，真係冇乜嘅喎，我就見到阿大強嘅仔仔啦，朱盈玲啦，佢因為佢嚟探班噶嘛，其實我見過大王啦，阿安德尊哥哥係認得我嘅。加油啊！你知道他挺爆的，加油啊！我多謝你啊，大王，你有看我，多謝你啊！雖然他不記得我的名字，但他認得我的樣子，我已經很開心了。無敵煙燻鏟這件事不是個個都介意得到的，即如果有機會可以試一試也好的，還有我想試一下跟李錦聯和李錦聯和安德尊做個節目都應該挺開心的，大家都是廚師啊，李錦聯是不是？我身邊的朋友啦、啲同事啦，都不斷跟我講：喂，肥媽都叫幾錫你啊，不如你同肥媽睇啊，食平啲啲啲啊，又或者一啲一路唱歌一路煮嘢食嘅節目啊，試一下啲我睇下。但其實咧，我好驚肥媽噶，我好少直接同肥媽傾偈嘅，因為我覺得佢好有威嚴，同埋咧好 star， 所以我唔會咁樣走埋去同一個 star 傾偈。我覺得自己未去到咧。呢啲同 star 傾偈嘅位置，所以我都係唔好出咁多聲。但係其實如果有咁嘅機會咧，我都係想試一下食西啲。咁啊，中西合璧啦，因為肥媽多數都係煮中餐噶嘛。但係肥媽其實本身都有西餐嘅，都有少底嘅，佢都知道應該點運作嘅啲嘢。睇下有冇機會同肥媽搞下啲節目咁樣咯，話唔定有一日合作啦。我唱咗咁多首參賽歌曲啦，其實我覺得我應該。是最難的一首嚟嘅，我覺得。但係最尾其實咧，嗰、那個我嘅發揮都係有啲問題，就係最高音嗰句咯，傳來星星喝彩嗰句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可以唱得好好多咯。如果冇壓力底下，點解揀我應該？因為我中意呢首歌，好中意硬頸咯，想唱咯，就係、是、咁。